前是听说无人驾的，就是一开始想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紧张，但是整体坐下来的感觉就还是很平稳。然后因为本身也是有安全员在，所以不太用担心那个安全问题。但是我看那个安全员他也是手是不会去操控这个方向盘，是会根据就路况情况会自己去转方向的。车速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还是挺好的。